北京城有一位铮铮铁汉，江湖上称他是神教真三，他尊师爱友强大胆，学绝技练真功他苦书点翻。教帅的他出身如画逼人眼，耍中翻千斤力稳落泰山，如蛟龙出海雷电闪，四怀中抱月风卷云翻，他一路一为重，他一举多魁，为人上海滩旧社会岂容得，真三龙王盼只盼，盼只盼雄鸡高唱神州大地，只因今年来气闷体衰，行动不便，昼夜阴忧，唯恐中国古教失传，难对赋诗，唯念弟子甄三儿从于学艺，朝夕相随，勤俭肯练，为人忠厚，嗜恶如仇，你将教管传授由甄三儿接替，继续授徒，必得代代相传，恐日久无凭，立字为据。承蒙各位老前辈们抬举，给我马永顺一个南城蛟王的称号。我算什么蛟王啊？收了几个徒弟，琢磨着祖传这点玩意儿给世人还有点用，我是千留神万防备，可还没防住，就在我的手下出了个败类。师父，这小子干什么？你不请我，我自己也来了。这样，满大爷高腔，好啊，甄三儿，我找的就是你。今天当着各位交行前辈的面，你要摔倒我，这馆主就是你的；我摔倒你，这馆主就是他妈我的。这边干什么？你放下，放下，这样真住手！哎，当着这样当着师傅，真香啊！把师傅气死！这字啊，这样，这两年怎么这样？本事就这，哼！师傅，各位交行前辈们，我今儿斗胆求个公正，这上有青天，下有黄土，我什么时候对不起师傅了？打甄三儿到交管以来，他处处挤得我，给我上眼药，这才闹得师傅不让我进这个门啊。进来，你闭上你的狗嘴。妈的，你今儿打算干什么？明说了。没别的，我也是红庙交管的正宗师傅您的徒弟呀、啊、传馆主要传高徒，不能辱没了师傅您的名声。
我跟甄三比较，谁赢了谁当这个馆主。哎呦，你说这当着师傅怎么这样的，满八爷多寒心。说完了，三儿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师傅您发话吧。不错，丁二是我的徒弟，可我早觉悟出他不是个东西，压根儿没打算让他接管。他不服，要和三儿比试比试，谁赢了谁当馆主。看在众人的面上，我答应了。三天以后，在王府后花园，我让他们俩比个高低，请众人做个见证。好，走。哎，我说，京二能赢吗？难说。哎呦，这京二要是赢不了甄三儿，这交管可就整个的端不过来了。那哪有准啊？要不就，哎，干脆，让金二别去了啊？哎，那叫什么话？金二怎么能不去呢？哎，去不了的，该是甄三儿。啊？高经理。高经理，哎，京二来了，哎，你先跟他聊聊啊，我先歇着去了。姨父，姨父，姨父，姨，这个老狐狸。高经理，哟，京二哥，高经理呢？高经理歇了。哦，哎，回头你跟高经理说一声，这两天大旅社我就不来了。我在家里边好好练练功。嗨，还练什么呀？甄三儿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啊。我已经跟人说好了，这个不咋。哎，别去，咱赢得赢在面上，我还得当众露一手呢。我倒不是长他人的威风，可是甄三儿是得了满八爷的秘传呢。哼，要是这神交图在我手里头，我不把他摔出屎来的呢。哼，没图我也不出他。嗨，知道知道，这我信，可人有失手，马有露蹄儿啊。这件事还是由我来安排吧。你还是多想了点压烟土的事，高经理还指着你呢。啊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
瞧。嗯。哎呦，姐，这怎么？这是于先生给赎出来的。哦。他说让你好好摔。哎。给金耳的颜色看看。哎。哎，于先生接我住几天，说跟巧凤做个伴儿。啊，飞刀屋的闺女，她爹怎么样了？哎，死了。嗯。喝点去，二哥。哎，看不起你二哥，走。潘爷，谁？您要是请我喝一杯，哎，我告诉您金二找狗子干嘛？哼，你呀，甭找茬蒙酒喝。哎，真爷，谁蒙您？金二要拉狗子去保镖，拿大枪换烟土。嗯，你蒙人，我可撂你。真爷，我要是蒙您，我是您孙子。400条大枪，我看得真真的。哪来的枪？说，玉头，快告诉我哪来的枪？我给你两块现大洋。真爷，我不要钱。京二这小子太不地道了，上回我送了一架玉石盆景到帅府，这小子他扣了我5块现大洋的跑腿钱。哼，真爷，我指望您把这事儿给他抖了喽，让他砸锅。真爷，帅府出的枪，京二说了，高阔亭让他去保镖。没说的，师傅就让这些不长进的家伙给气坏。他要干这伤天害理的事，我绝饶不了他。镖还给我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饶了我吧！谁让你干的？饶了我吧！说，饶命吧！说不说？饶命！谁派你来的？
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哎呦，饶命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说，哎呦，是赵九爷，哎呦，饶命吧，饶了我吧，哎呦，师兄来了，嗯，师傅怎么样了？刚睡。栓子，嗯，这一阵子让你一个人受累了。师兄，您这怎么说的？伺候师傅不是应该的吗？啊，师兄，你是有什么事儿要说吧？栓子，你这一阵子找过金二吗？没有。自打金二给师傅气病了，我就没跟他过话。哦。栓子，我想让你给咱们红庙交管办件大事儿。这件事儿可不能张扬出去，万一要是张扬出去了，咱们红庙交管可就完了。师兄，这件事儿要从我栓子嘴里传出去，就天打五雷轰。好。师傅不叫去，你怕什么？等着赚了钱，给师傅买只鸡，吓吓师傅。不行不行，没事，你走吧。不行，师傅不叫去，这也落走，走，走吧走吧，没事没事，走，师傅不叫去，来。今儿他妈干活，今儿来。哎，九爷，您有什么事吗？给里边垫个话，让刚才那俩小子多赢几个钱。哦，啊，是。来，请财嘞，找您了。
出击他了。师傅，甄馆主，甄先生，绷住了劲儿，甄先生，好，穿甄，嗨，再来，下去，穿，嗨，给点劲儿，嗨，嗨，嗨。接车来，嗨，下去，稳住了，入，踹，甄馆主，嗨，哟，王掌柜的，自个儿练吧。哎，您这是，这八爷在病中花休大，您干嘛还派人把钱给我送来？忙什么？您先拿着花吧。不用了，您收着吧。那我就先收起来了。哎，这不到一个月，这利钱我就不要了。得了，你也拿着吧。哟，您。您真是大人不见小人怪，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啊！甄馆主，没见，没见您。哎哎哎哎哎哎！甄馆主，有什么事儿以后您演一声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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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高经理，去你的，去！别，啊，建哥来了。辛苦辛苦啊。老家伙出去了是吧？哎，高经理都等急了，一天催三回，怎么样金二哥？妥了啊，人我已经找齐了，东西已经安排在八里庄老宅了。好活，漂亮。来来来，哎，九爷啊，这趟买卖可不比往常啊，出了事儿要掉脑袋的。来来，瞧这个干嘛？恶心我！告诉你，别看我没当上红庙交管的馆主，我也不冒他的牌子。哼，这些不是给你的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私面上的你管，官面上的我管啊！啊，这就是对付官面上的。要是遇着黑道上的劫烟图，你包了。万一要是让官面上查着，扔下号杆就走啊！就算买卖赔了本儿，也得把他红庙交管饶上。甄三儿不是馆主吗？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怎么收拾这屎盆子。哎，那我带上几个红庙的，怎么样？
好啊，出了事你就跑，把那俩小子留那儿。哎，狗子算他一个，栓子也算上。栓子，哼，没错，这小子这会儿正在大旅社的宝局子里输钱都急红了眼了。输光了，你甭管，我不信，今儿他们我就背到底。都他妈给我拿过来！还有没有？来来来，一块一刀，呀呀呀，两块一刀，多少钱你这个？好，十块，八块，八块，哼，也就是值八块，得八块就八块，嘿，好样的，这位爷，就是你娘的陪嫁，哈哈，连你娘的陪嫁都他妈拿出来了，来来来，接着来。好样的，这回我让您开张了，来来来来，小来来来，这回啊你开局了，走您了，开，拿过来吧，哎呀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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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哎呦，而这位爷爷，您把你娘的啊东西嫁妆来了吧，出光了还玩，大衣裳我也玩，来来来啊，卖衣裳，嘿，来来来来来，就给我发财，我看，哎呀，哎呀，有输光了吧？啊！这家伙，哇，这么现着羊啊你！师姐，师兄，师傅，师兄，今天晚上把枪运到高个亭。大李庄的宅院，一共四百只，天黑起身。师傅，咱们给高虎亭这老家伙来个措手不及。报社的张老板我已经说好了，明儿个往报纸上一登，我和栓子把枪看好了，让他高虎亭想赖都赖不掉。三儿，收起活要利索点儿。栓子，枪一运到，想法子走人。三儿，哎，你过来。师傅，明儿早上你上于先生公馆去一趟。于先生，跟于先生合计合计。于先生府上原来是两湖巡按使于宗江大人。哦。你慢慢说。于先生他叔叔也是有名的大律师，就连官府也怕他三分呢。您放心吧。
您是甄先生吧？啊？你是巧凤姑娘？是啊。哦，我去请于先生。哦，甄先生随我来。哎，来呀。哎，请。您请。怎么样，我这还好找吗？啊，还成。甄先生还是头一回到我这儿来吧。可不嘛。巧凤啊，哎，去告诉翠莲姐说甄先生来了。哎啊，甄先生啊，这边请。啊，来，请坐。哎，嗯，喝得惯吗？有点药味儿。这是咖啡。哎，来，走吧。我看登报也没有用，报馆恐怕没有这份能力。别着急，我想办法让警察局出面。至于孙大帅，当然动不了了，不过吓唬一下他们也得收敛收敛。哟，姐姐。哎，姐，三儿来了。翠莲啊，那件事儿跟弟弟说了没有？嗯，三儿啊，哎，小芳，这巧凤怎么了？变得扭扭捏捏的。哥几个啊，吃着喝着啊，来，口外那边可冷啊，托高经理、金二哥的福，这次买卖发财啊，兄弟我也过过满兜子银洋的好日子。来，高经理啊，您先慢慢喝着，兄弟我回家安排安排，起身前一直赶回来。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，家里的事儿呢都有我呢啊，明儿一早我就派人把钱给你家送去啊，来，出远门总得跟我妈说一声啊，省着她惦记。你到底是想跟谁说一声？嗯，哈哈。金二哥，您别多心啊。多心？哼，你小子今天好几次想溜，你当我看不出来呢？啊？回家跟你妈说一声。嘿嘿，自打你穿开裆裤到如今，你什么时候孝敬过你妈呀？啊？建二哥，您这话是怎么说的？高经理，我建二哥今儿多喝了点。高经理，您放心，我回家看完就回来，绝无了事儿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建儿，先让你小子委屈一会儿。老子好痛痛快快的喝两盅啊。金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金儿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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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儿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金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
哎呦，走不得，哎呦呦，王哥，你慢点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你慢点，哎呦哎呦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。孙子在哪呢？不知道。嗯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孙子在后院呢。起来。哎，你绑我干什么呀？我要吐。哎，你绑我干什么？我要吐。该动身了吧？啊！把那小子放了，说两句好话啊，不还得用他呢吗？啊，栓子，栓子，哎，栓子，哎，哥给你解开啊，以后跟着你哥哥干，没你亏吃。别动，出半点声，我踩断你的鼻梁骨。我，你。
孙子，他妈王八蛋，你给。孙头，孙头，哎，他妈哪儿去了？高经理，高经理，狗子，狗子，高经理，狗子，快点，快点！这是这是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，解开你！怎么了你这是这很快？警察，怎么警察来了？啊！高警察，拴着这王八蛋，给咱们给卖了！哎呦，哎，金二爷，这个捡个眼神，你可别撒手不管的！你他妈快跑吧！金二爷，金二爷，你别撒手不管的！老子怎么不门房？别把你他妈烧上！